我先拉右半边哦，因为中间有一个特使很麻烦，我拉右半边拉到底，大家都在里面打，然后阵地的时候自己跑出来。跑哦，跑哦，拉到底哦。脓血出来一点点，出来一点点，出来一点点，再出来一点。好，接着另外一边去打，另外一边去打，另外一边，我也是拉到底，一样的处理方式。小心不要被，不要，出来命了。要拉到底哦。要卡好哦，阵地闪一下，阵地闪一下，不是你们闪，我不闪，我不闪，因为我要拉到阵地，我要拉到那个龙血死在里面。好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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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打完以后自己去打那一只，自己打，自己卡好，自己打。好，走。我们开到好门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左边两只打掉，巡逻怪你在哪？不要过去，等下回来，过去会触发隐形女巫。我们先打下面这一组。跑哦跑哦，把它断，把它断上来。好，断上来跟上面那两只一起打，因为我需要这两只的趴数。龙血好可怕！刚刚没断法啊，这只没趴树了，哭哭。另外一边，冲啊！要闪哦，要闪哦！地上会一堆脓血哦，会毒死人哦。把那个断法断过来。不能断法哦，因为有那只在，不能断法，忘记了。啊，什么奇怪招都先开掉哦，什么龟壳啊，什么冰箱啊，什么什么的。都先开掉，我按确认 OK 好就上哦。第一次清控结束之后开始写。好。救人哦，优先救人哦，扁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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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救到他之后就开嗜血哦，好，开嗜血，开嗜血，开嗜血，半只，上下跳或左右移动哦，换只。
二人哦，准备救人哦，扁他扁他。他身上还有回春呢。打完之后，捕尸喝水，然后术士发糖，然后都在这里等我拉回来。我直接拉到房间处理脓血，你们都在这边等哦，拉回来。然后捕尸就先喝水就对了。好，然后要发糖要干嘛的？哇！你是什么地方来的野人？杀掉女主人的仆人，这是哪门子的理？很多只哦，很多只哦，很多只哦。可能要开招打好砍好应该 OK， 应该 OK。哎呦，会痛，会痛。过去是一只 A 的怪，自己过去卡好打他。炸要炸要炸，自己躲好。可以卡这边，可以卡这边，这边可以卡、哦，卡这边，我站这边可以卡。啊，有人要被炸死了，有人要被炸死了。不是喝水，不是喝水，我拉狗回来，我拉个两群狗。我在战斗中不能喝水，可以了。好，地上会有很多脓血哦，快速 A 进来一点，再让他们死里面一点，不然的话地上会有一堆脓血。堆脓血，堆脓血。他不肯出来呢，放心。是不是还有狗啊？对，还有一只狗。没有了。还有。还有一只狗，还有。我再往后拉，我再往后拉，继续往后拉。然后外面也是一只 A 的，外面也是一只 A 的那个特使，出去打他，应该还会有一群，算一算好像还有一群。我出去先偷看一下，是还有一群。我偷看一下哦，哎呦呦，还有一群。这个打完好像出去打特使，可以卡那个，可以卡那个喷水池旁边。有炸死人，又炸死人。可以卡，可以卡这边，卡这边，卡这边。有要被炸死，有要被炸死。卡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，哎呀，要被炸死了，要被炸死了，要被炸死了！直接放魂，直接放魂，走过来就是了。放魂向左边转，左转开门进来就是了。左转开门，然后自己大家自己卡好、哦，大家自己卡好、哦，不要捕尸哦，被炸会死哦。好，捕尸跟上了，拉人。
我让他们死后面一点点。哎，重塑要断好。断好，断掉，断掉。等一下，狗会群绑，狗群绑免得那个你们 A 太快，狗死光，然后女巫站在三坨血里面打不死，所以等一下我狗就是群绑，女巫打死再去打狗。放心，要炸死人了，要炸死人了。我先把狗全部绑住，好，把女巫叫过来，不要破绑哦，打女巫就好。我等一下还会再补绑一次。小弟不用帮我补绑哦，我等他过来一点再绑，免得等一下血在中间打完不好打。放心。好，我等下跑过来一点再补绑就好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好，我绑。放心。谁偷打狗？谁偷打狗？自己去。应该是我 A 到了。哎呀，惨了，惨了！他变身。他在血招了，打不死啊。等一下，我去补绑狗，去补绑狗哈，不要再打到狗了，去补绑。好，补绑狗，不要再打到狗。包括那个女巫很会站在血里面，她都不会移动的。放心。打狗狗，打太久仇恨太大，小心你后面会有一群哦，不要引到哦。好，按个确认就上了，不烧直接打到死，然后自己保持一下位置，不要炸到坦克就好，直接打到死哦。好了，好，走喽！打到死，不要开嗜血，嗜血留下一只王。有个打，他反了。应该可以在50层之前解决掉他吧，没有暴君 N12 我应该可以撑到50层啊。感觉要到60层了，等一下那个铁皮树存着哦，我等一下三招开完之后会叫你帮我开铁皮树哦。好，我先开树皮。好，树皮先一招挡掉了，我还有两次那个。我再开一招。哎呦，已经到50几层了，痛啊！再开招，好，没招了。
哦，跌到60层。外面喝水，外面喝水，我都拉出来，外面喝水哦。等一下我拉出来之后，铁皮先灌在我身上，因为我身上没招了。好，铁皮先灌我身上哦，我身上没招了。哎呦，要折折糖果，吃糖果。哎呦，浓血浓血，应该还有两只巡逻怪，我去看看两只巡逻怪来了没。哎，等一下有虫，先把虫打掉。两只巡逻怪来了没嘞？巡逻怪，我去偷看一下巡逻怪来没？巡逻怪没来，先打，先打。有巡逻怪之后再跑出去。打完了，我拉到，我拉出去打，都在外面等了，外面比较好处理脓血，赶快喝水哦。好，我要拉了，我要拉了，我要拉了。还有两只巡逻怪都来了，都来，先把那个特使打掉，这样的话我比较好风筝。特使先优先打哦。特使打掉，好，都在外面等，我再拉一大群出来哦，我再拉一大群出来。外面有虫哦。啊，虫虫，你们看能不能处理掉，不然的话就给他痛一下，等我出去。哎哎哎！不要往生哦，往生！哎哎哎哎，我卡个墙角就死掉了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失误了。都准备要活你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阵地也不好活，等我几秒。我刚刚出来之后撞到墙角，就跑，再来一次。这边等我，这边等我。第二次不会再失误了。好。冲啊！冲啊！好，帮我偷天误导一下哦。拉超多的哦。
走，现在就可以进去了，走吧，走吧，都进来，都进来，都进来。还有大概在两群吧，在两群就打完了。我先拉个一群出来。护盾怪，等一下远程的负责处理，我拉出去哦。我拉出去的时候再处理哦。我拉转角之后，你在这边玩。我给他拉到前面那个转角，然后护盾怪那个一个远程去负责，直接拉到转角。干，来不及了。不是，我看太快了。是，可能打太快 ，OT 了吧？幸运雨有接到，来不及。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光炮打下去，所有的怪物都不理我了。因为我想要卡到转角再开始打。好的。不好意思。我想说转角，结果还没转到角就 OT 走了。啊，应该还有一群怪，也我一直给他拉出来，这边等。赶快你补一下血哦，拉出去哦。这边拉有点麻烦，这边大家先这样子拉再过。他不能直接拉，直接拉的话会引到我。好。还有17分钟。三只王，一只王，3分钟，差不多，勉强加一。走吧，我按确认了，都 OK 的话，我就开打，开场试血。好冲啊！81他，等一下打完我看一下哦。打完原地喝水哦，我拉出来哦。原地喝水，我拉出来哦，因为里面有一只会 A 的哦。跑哦，自己卡位置哦。哎，还有一只大只的，我抓好。
去打里面那一只吧，自己卡好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楼下也会有一只会 A 的，我等一下把怪通拉上来，然后你们等一下就在这个房间等。好，我先下去啦，你们打完就原地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上来喽，准备喽，准备喽。放心。还有地上好多龙血哦！然后一下楼，右手边就是一只放 A 的，自己去打掉它。打完它，那个盗贼开群引过去，免得有人会引到。有人要被炸死，有人要被炸死。有一只巡逻女巫哦，小心不要引到那一只巡逻女巫哦。古斯，你可要过来一点哦，那个角落可能会被巡逻女巫看到，你要注意一下。你可要注意一下那一只巡逻女巫有没有跑走过来。欸，巡逻女巫来了哦，大家小心哦，不要引到哦。好，打完之后，好，打完脱离战斗之后，盗贼开群引，那我们直接走过去，然后巡逻女巫就不打，我爆趴数了，已经爆了6%。好，到开群引过去，先打下面那一群哦。哎呦，要被炸死了，要被炸死了。看他们死边边一点，比较不会那个，等下打完比较不会麻烦。我刚才沿着旁边打，沿着旁边死哦。过来啊！过来啊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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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打这一只，那个他要卡这边哦，他卡这根柱子哦，卡石碑没有用哦，石碑不能卡哦，只能卡柱子哦。我现在再把这只打死就可以了。我们剩下几分钟，看一下，剩下9分钟，可以。加一来不及，加二没问题，加二来不及，加一应该没问题。哎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吼我一下！哦，复活，复活！吼你！直接战复，赶时间，喝水 ，OK 就上。上上上，好，上上上上上。3, 2, 1。放心，因为那个不能驱散啊，所以要自己跑。你可以驱散啦，只是补低不能驱而已。我不能驱散。对。
欸，我今天早上发觉一件事，欸，熊坦竟然可以自己解毒，欸。以前解自己解的话会那个会变回人形啊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可以自己解毒了。Three, 你看我现在按下去自解毒，可是我现在没毒了。好，他老婆要来了，抓他老婆。点一下，点到嘲讽。3, 2, 1。这周比上一周好打好多，哦，只是浓血很麻烦而已。脱离战斗之后，捕食直接喝水，术士发颗糖。我会先拉五只上来打。跳怪吗？好吧，那只要我上啦。那我们有猎人啊。我们猎人。哎，有猎人啊！哎，我都拉了，我都拉了，忘记有猎人。你们杀掉威奎斯特夫人。对，我忘记有猎人了啊！好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好，复活我吧。害我拉得很开心。你一加速冲出去，我来不及跟你讲。他们是什么人不重要，我们迫切需要帮忙，绝对不能让高普尔入。直接上，直接上，赶时间，赶时间，开场事情。姐姐吃东西都变快吗？没有哎，欸。Hello， 外面有一只发呆的爬爬。欸，放心。欸，我武器已经拿到了，我转个那个法师好了。转个恢复需求，听个音乐盒好了。所以这一场我有机会拿到音乐盒哦。是要给我的吗？感激不尽。我说你看到我一个单包，如果我拿到那个，我拿到野火可以给你们，因为野火430我已经有。可是我音乐盒还没有430。兵王他快挂，好，感谢大家。那有没有音乐盒？切，有没有人要这副手？没有要，我就要拆掉了。烂东西。